小猪佩奇的冰激凌糖，样子像冰激凌，对不对？但是小猪佩奇买的是糖。那看一看到底是什么呢？有四份，我们一一来介绍一下吧。先来看一看这个黄色的，它叫什么名字呢？叫摇摇雪糕棒，样子像冰激凌，但它的名字叫摇摇雪糕棒，摇一摇。里面有什么声音呢？像有糖豆，对不对？绿色的呢和黄色的只是口味不同。接下来呢，这一个是粉色的，草莓味儿。四只摇摇雪糕棒，三种口味。这边呢还有一个，这边的包装被调皮的小智呢，乔治给撕开了。撕开以后呢，他也没有拿走吃掉，是不是怕佩奇生气啊？其实没有关系的，佩奇有这么多，一定有一半是乔治的，对不对？那乔治既然把它打开了，我们来看一看里面是什么样子的吧。这个呢是可以拿出来的，像一个雪糕棒棒糖，是不是？里面呢，怪不得里面的糖豆都被乔治吃光了，看一看里面的糖豆没有了，只有雪糕棒。那我们来打开这个，这是什么口味的呢？香橙味的。看一看里面的糖豆是什么样子的。看一看这个呢，就是有糖豆的摇摇雪糕棒。当你摇一摇的时候呢，里面的小糖豆就会粘到雪糕棒上面。形状好。